網民都話陳可立結婚是要掩飾其實佢喜歡男性的一面啦。我不否認噶，講真的，佢同阿文嗰種愛不是一般的兄弟愛咯，我覺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希玲，是陳安立的未婚妻。講完自己都想笑。佢每次看我打波咧，覺得哇，先生哥睇唔睇到啊？睇唔到咯，每一次都睇。睇到啊，好勁啊，睇到。其實佢平時打波咧，我都是做自己嘢嘅，好老實講，而佢都知道嘅。佢試過有一次嬲咗啦，因為佢問我：喂，你知唔知道我即係我個 number 係幾多？我都答唔出啦。我一開始認識阿文的時候咧，我都感受到佢同阿陳安立係好 friend 嘅，因為有時見到佢哋打波啊或者食嘢咧，又會坐埋一齊啦，好多時候。跟住我見過佢哋互望，即係有少少微笑咁樣啦。即係你見到佢哋好多對話咧，都係好熟悉大家嘅，有嗰種老夫老妻嘅感覺嘅。我平時我都有睇佢哋打波嘅，有時佢哋成班人，我哋有時打完波之後就會一齊食宵夜啦。有時陳安立會同佢講咗啲嘢，但係佢冇報告俾我聽，阿文就會爆俾我聽。同埋 Brian 咧，某程度上係算係入行之後好快一個可以打開我心扉嘅人，因為我係好慢熱嘅，尤其啱啱入行咧，即係咩都唔知道，樹頭樹腦，即係要喺依行去認識一個朋友咧，嗰時唔係好夠膽嘅。但 Brian 係好主動，好快就不如約食宵夜啊，約點點點啦。由一開始覺得喂你咁 aggressive， 有少少驚去到後面。真係㗎，有少少，我好怕，即係好怕生寶嘅嘛，講話。跟去到後面就，咁佢個人係真係咁，因為佢對住每一個陌生嘅人，佢都可以係好多嘢講，結識新嘅朋友。好容易結識新朋友，但係唔代表維繫到咯。神Life永榮130周年呈獻《你是我的後援會》，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